事情是这样的，我看轩轩自己在那儿学习，我就想着上次他的那个神奇水拖画我不是没有玩明白吗，今天趁他学习的时候我自己再重新玩一次，结果被他发现了。你干什么呢？上我家养成画粉吧。4小时之后我行了，上次我不会，这次我研究了一下，我也给你展示一下呀。他非要也展示一下，我真的不想和他一起玩，因为我这次看了教程，我想做可漂亮可漂亮的花了。哎，你别说，轩轩这个花做的还挺好看啊，比轩轩做的好看，有创意。我又滴了好多蓝色，轩轩一看不甘心，他又往我的蓝色里滴入了黄色。仙风作浪，我们就推进这自带的扇子。我同意了轩轩的提议，结果扇子就变成了这个鬼样子。没事儿，留个纪念吧。